那时候我拿到的时候，我就是拿给我会通灵的朋友，那我朋友一喷，他就说，哎，你这东西哪里来的？我就说，哎，是我朋友给的，他说是财神爷给的配方这样子。他说你这有能量哦，那我就说，那这样子，通灵哥给我做这个生意好不好？他说你知道怎么用吗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用啊，不就精油不就拿来喷吗？就他就说要喷手掌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贵人嘛，所以他就说贵人要喷手背，然后财神要喷手掌，他听到的讯息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财神爷现在来了，他再告诉你这个东西要怎么用，然后他还告诉我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，